星がふるさとだ。ウルトラセブン、ファイターセブン、ウルトラセブン、セブン、セブン。進め銀河の果てまでも、ウルトラアイデスパーク。大怪獣ウルトラビームデストライク。地球防卫军基地的上空被不祥的乌云笼罩着，天空瞬间暗了下来。这乌云也是可怕的事件将要发生的前兆。这绝对零度的世界面临着什么呢？绝不是一般的暴风雪，究竟是什么引起了这异常的寒流呢？以基地为中心的这一带，就像冷冻库一样，被异常寒流包围了。异常寒流啊！太谢谢您了，队长，我问过气象站了。原因不明的异常寒流。天长，外面气温多少？-112度。哎，不是开玩笑吧？我的家乡北海道，最低温度也不过-40度。被-112度的寒流包围着，我们也没有必要提心吊胆嘛。在地下深处的动力室。原子炉正在燃烧呢，啊！人类科学万岁！太棒了！这里是作战室。啊，团！队长，猎犬号出故障了，怎么回事啊？是寒流？把猎犬号扔了，马上回基地来吧。是。怎么了，团？团，这里有热咖啡等着你呢，快回来吧。啊，我会尽快回去的。是呼叫动力室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原子炉坏了。什么？原子炉坏了？什么原因？还不清楚是什么原因引起的。不清楚什么原因引起的，不就是没头绪吗？见鬼！你给我马上调查一下。武桥、天成，到地下去调查一下。明白。赛文奥特曼也有他的弱点，他从光之国的 M78 星云而来，和
和普通人相比，更加惧怕寒冷。到这里来，是，注意脚下，是。赵明，往右转。好，是是。好，来这边。好，好，好，好了。来，翻过来。乡里班长，啊，怎么回事啊？你来看，心脏部位被狠狠地打了一下，如果是人，一定会当场死亡的。果然是被炸坏的，不是被炸的，像是被钻孔机打坏的。是，你看一下，是是是，天成队员，崇山队长电话啊。啊，好，就再过去。哎，啊，我是天成。啊，破坏的程度比想象的要严重啊！啊，目前看来，不知道一时还能不能修好啊？什么？一时无法修好？地下电缆可是基地的命脉啊，一定要尽全力修好它。哎，快点搬过来！好，哎，对，好了，好了，来，好，在这儿啊！哎，好，好，好了。啊！我啊！后退，后退！快点，快后退，后退！往后退，快后退！快，快点，快点！好，你这个混蛋！哎，快撤退！哎呀，哎呀，哎，哎。不行啊，火焰枪也没有用啊。基地都变成冰罐了，安东，快把防寒服拿来。好的。看到这个怪物是真的吗？啊，看到个像眼睛的东西，破坏原子炉引起异常寒流的，可能都是那怪物，就在下面吧。啊。它在喷射冷冻光线，根本无法靠近。地下战车怎么样？啊，车门无法打开，只要原子炉和地下电缆不修好，飞鹰号和其他任何兵器都无法使用。嗯，就是说只能赤手空拳跟他作战了。队长，这样的话用定时炸弹先把那怪物炸碎了。你就别说胡话了，基地一起炸飞就什么也没有了。超级兵器无法出动，雷达也动不了，暖气也停了，心脏部分快给摧毁了，这基地也太脆弱了。啊，哎，长官，让300个队员从基地撤退吧。撤退？是的。现在基地是-90°，这样下去队员将被冻死。你是说队员的生命有危险？啊，作为医生，我担不起责任，求求您了，马上下命令撤退吧。长官，抛弃基地就是把地球抛弃，我们有保卫地球的义务，不能撤退。热蒸汽在等着我。站起来，喂，睡着了就完了，动动身体。醒醒，站起来。
很怀念光之国。赛文奥特曼，你这一切都是自作自受。M78星云可没有冬天，让你尝尝冷的滋味，赛文奥特曼。谁？你是谁？我们是为冰冻地球而来的波尔星人。我们已经两次把地球变成大冰块，这是第三次，要让地球进入冰河时代。冰河时代，地球的一切生物都将被封在冰下。当然，赛文奥特曼，您也是。顺便告诉你，我们先把地球防卫军冷冻了，看你还有什么办法。什么？有那些人在，会对我们产生威胁。是幻觉，波尔星人擅长利用幻觉现出原形。糟了，基地有危险。怪物已经消失了。什么？班长，现在好，继续作业。是是是。走，来，走，快。哎，-140°。来来来，顶啊！停住啊！喂，要停住啊！荒木队员，拜托了。动力室只剩下4个人了，荒木队员。
长官，我们不能再忍耐了。长官，队长，你们不管队员的死活了吗？难道要全体队员死在这儿吗？荒木队员，难道你不能理解首长的心情吗？不理解，不，也不想理解。生命比使命更重要，一个人的生命比地球更重。队长也不是经常这么说的吗？统辖队长，正如荒木所说的，队员也是普通的人，人的生命比什么都重要。撤退吧。长官，你一定要坚持住啊，班长！上级班长，你倒下的话，一切都完了。班长，一定要挺住啊！班长，班长！那是什么声音？由于冷冻的原因，塞翁奥特曼的能源已经支撑不了多久。牺牲，这不是长官所希望的。迫于无奈，我们大家从基地撤退。见鬼！向井班长，班长，到两公里以外就可以逃出冰冻区了。来，班长，班长，走，走，走。快点走！电来了，海电好了，修好了！哎呀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太好了，太好了。
基地又复活了，下面就是和甘达的决战了。奥特飞鹰分成三部分作战，是四重奏作战，正跟上安诺，是地球防卫军和塞文奥特曼而言，魔法的时刻终于过去了，地球又恢复了和平。正如以科学力先进著称的地下秘密基地有薄弱之处一样，我们的塞文奥特曼也有他的弱点。但是塞文奥特曼保卫地球的决心并没因此而有丝毫的动摇。